真的在今天8点坐在这里耶。如果我是你们，我可能会在外面看阿根廷对战墨西哥。我刚刚在化妆的时候，法国队今天要赢，因为这个影响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气氛。如果一赢，我们出来说啊，今天应该搞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大家有晚来的是在外面看球赛，对不对？